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介绍一个一般来讲非常难处理的一个鼻癌的墙面，就在我身后。这个蛮严重的。我们如果说用鼻癌的程度来讲，应该已经是属于末期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鼻癌师傅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墙面，就会把它整个打掉，打到见到甚至于是钢筋，然后再来做。那我们今天不用传统的工法来做，我们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快速又有效的方法。那首先呢，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些必备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这个墙面上面现在是这样子，非常的恶心，非常的脏。那我们一定要先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做一些防护。那第一个，我们到底要准备多少材料、多少原料？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这面墙壁到底有多少的面积。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一把尺。你到任何一个，不管是你到 DIY 的专卖店，或者是你在请外面的工程行来算，他一定会问你说你这个面积有多大。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在家里先把它测量好，这一把卷尺。然后再来，因为这面墙壁非常的这个脏，所以在刮除这些壁癌的过程中，你会需要一个口罩。那请大家注意，口罩不是随便的口罩。那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 3M 的一个经过纽西兰以及澳洲所谓的就是很多灰尘的环境、粉尘的环境的专用，有经过认证 P1 等级认证的一个口罩啊，这个口罩是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把它这个墙面上的这些东西刮掉，刮掉我们会用一支刮刀，会一支刮刀。那这个握如果面积够大的话，你手这样抓抓久了会起水泡，我们建议大家去戴一个棉布的手套啊，棉布的手套。刮除它。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们要开始做鼻癌的那个原料涂抹，可能会需要一个塑胶的手套。这个塑胶手套可以用手扒机，吃手扒机，反正就是你的手到最后是干干净净的，也不用清洗。那像我这样穿的这样衣服可能会弄脏掉，所以最起码给大家建议要带个围裙穿一件围裙，穿一件围裙，围裙脏了比较好处理，跟你衣服脏的衣服可能比围裙还贵很多倍。那当然，如果是各位的天生的一些体质，可能会有一些疑虑，怕这些，因为这我们看到后面这一片墙壁，它里面一定暗藏很多细菌、霉菌、粉尘，对身体会很不好。那这边也有一个专用的，这个是我们讲说工业级专用的一个全身防护的防尘衣，各位也看到，这也是 3M 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它从我们的头可以全部包起来，一直到脚，全部可以包得紧紧的。OK， 那各位如果觉得这个鞋子会弄脏或脚会弄脏，可以在随便的机车行去买一个所谓的骑摩托车在用的那个鞋套，那就 OK 了。最后，我是强烈建议，如果您是戴隐形眼镜的话，请您暂时先把隐形眼镜脱掉，不要戴隐形眼镜。那如果没有隐形、没有戴眼镜的人，也可以考虑用这样子的一个护目镜用这样的一个护目镜保护你。毕竟我们呼吸系统已经经过口罩来把它防护了。那我是建议大家连眼睛因为眼睛上面我们知道有泪水、有那些湿润的，它一样粉尘飘散在整个空间，你还是会可能会吸收到，所以戴个护目镜来保护一下。大概以上。所以最基本的，你的事前准备功夫应该要做到这里。好，以上介绍，谢谢。好，我们现在在镜头面前，就是刚刚我们介绍的，今天要来给大家做示范的一个这个蛮惨的一片墙壁。那我们请到我们的很优秀的一个这个老师来为我们大家做示范，来请老师出场。那以镜头前面这一块深绿色这一块为范围给大家做示范。那首先我想请老师做几个错误的动作，也就是说我们刮刀的前面是平的，那很多人大概尤其是女生家庭主妇，她可能没有用过刮刀，那她可能拿的方法容易让手受伤，或者是她刮的不彻底。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用尖端去吐，来我们请老师做一个错误的动作，用尖端去吐或者对，这个是没有用的。再来就是他好像在抹奶油的动作，那个也不对，这样子是没有用，拿反了。好，来，我们应该像这样子都不对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来请老师做一个标准的动作。好，开始。就像用铲的，反正就是用力把它铲下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市面上有些很便宜的铁片，很薄的那种刮刀，那遇到对面墙壁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太薄了，它力道不够，反而很容易让那个铁片坏掉。所以说，你有时候越便宜，反而是越达不到效果。那老师现在手上拿这把刮刀其实也不会很贵，但是因为它是不锈钢的又很厚，所以它很耐用哦，它很耐用。那我们就是想办法把这些壁癌把它全部刮掉，刮到什么程度呢？刮到看到水泥为止。那我特别要讲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在下雨，然后现在稍微出了一点太阳，也就是说这一片墙壁它整片目前还是潮湿的状态，加上环境因为刚刚下雨，所以湿度也接近差不多有 90% 左右啊，我们以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条件之下来为大家做示范，有别于其他的壁癌的处理方法，说什么一定要72小时连续晴天，或者是这个墙壁要干燥连续3-5天之后才能开始施工，啊，我们的都不用。我今天来透过这个影片来跟大家做介绍。好，我们现在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是一个我们俗称说已经见骨，一个还蛮严重的一个壁癌的墙面。那所谓见骨就是已经看到了砖头，那旁边这个各位看到灰灰那个水泥其实都已经风化掉了。那我们请老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 OK。 来，好，各位看到那些粉那些水泥啊，都已经被刮下来了。你这个东西不刮下来，其实你涂再多什么，不管是什么厂牌的原料都没有用，我一定要想办法刮下来，因为它都已经风化掉了。它的形成原因有很多，哦，有些是因为海沙，那有些是因为它常年累月累积下来的一些水分，造成它里面的水泥的粘着性通通都瓦解了，哦，这是有可能。接下来的这面墙壁，各位可能看不太懂为什么拍这个，可是我要用敲的给大家看，大家注意听声音。意思是说里面是空的。各位有看到哈，各位有看到已经见到砖头了，表示这一整片里面是很严重的一个壁癌，啊，非常严重的壁癌。再敲一次，跟旁边的声音不一样，啊，跟旁边声音不一样。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墙面，因为刚刚我们已经用刮刀有刮过了，可是因为这个墙面实在是蛮严重的，凹凸不平的很严重，那有一些凹下去的部分，因为刮刀是平的，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刮到凹下去的部分。那这时候会建议大家用钢刷。那钢刷一般市面上你买到的都是大支的，而且你用完一次，如果你没丢掉的，放久了它也就生锈，因为它是铁的刷子。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支迷你钢刷。OK， 它还蛮可爱的，然后而且它的刷毛是不锈钢的。那请认明 Deco Master 所提供、所设计的。好，我们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去把那个凹下去的部分把它刷出来。我现在把镜头拉到这个比较靠近的地方。好，这就是刚那个刮刀刮不到的地方。好，各位可以看到钢刷就产生了非常好的作用。对，看到没有，就这样很轻松的刮下来了。好，尤其现在刷的那一点，
像接下来下面这边白白的，这也可以把它刷掉。很轻松哈，很轻松。我再强调一次，因为这个刷毛是不锈钢的，第一个它不生锈，第二个它强度比铁刷要强，也就是说它比较耐用。好，这个刷不掉的这一块圆点白点，我们待会再拿刮刀再刮它就好了。好，再来。我们的墙壁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次，因为它凹凸不平，那即使我用刮刀，甚至于我用了钢刷，它还是有很多地方实在很难以把它清干净，因此我这边建议就用砂纸。好，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3M 的砂纸，而且是100号以下。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示范的是80号砂纸。那80号砂纸，各位现在看到的这张砂纸是整张的，那整张的砂纸我们待会是用机器砂磨机来做，那整张的我们可以很轻松的用手把它撕成四分之一，好，四分之一就它就这么大，好，用手撕就好了。 OK， 好，来，我们请老师来帮我们示范用砂磨机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我们实在用刮刀还有钢刷刷不到的地方。好，请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面墙面它已经刮得差不多了，那实在是刮不掉了，那所以我们会再用这个砂磨机把它砂纸把它磨一磨。那接下来各位会可能会看到就是粉尘一直飞漫出来，这也是特别强调说为什么全身的防护，当然如果你的房间有很多家具，有电脑设备电视，甚至于在厨房你有很多餐具等等，你一定要先做好防护。好，我们现在请老师来给我们操作一下。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地方并不需要全部把它磨掉，当然这在很多的所谓的壁癌处理大师师父前辈面前，他一定会觉得我讲的是胡说八道，那事实上我们的产品就这样，你能够磨到这样子就可以了，刮也刮不掉，磨也很费力，大概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待会我们晚一点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壁癌原料把它涂上去。好，也许有人讲说这个会问我说啊，家里又没有刮刀那怎么办？那很简单，你们家应该有一个东西，应该每个人家里都有，就是用久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好用的菜刀或者是水果刀之类的。好，像这一把就是很标准的已经钝掉的，我们讲说来切小西瓜用的，那这个在某个程度来讲也可以取代刮刀。我们来请老师示范给大家刮刮看。那我们找一块也是很标准的，来，我们来看它怎么刮。啊，大家有发现，其实蛮好用的。
拍这段给大家看的目的是说，其实不见得你一定什么东西都要去外面用买的，家里面生活的周遭其实有很多很好用的东西。倒过来讲，有些东西坏了也不要马上把它就是丢掉，也许哪一天又发现它还蛮好用的。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刚刚已经处理的差不多的一个墙壁，但是我特别再补这一段给大家看，也就是说这个墙壁本来是属于我们讲说癌症末期的，它 没救了，它几乎等于说要把整个外面的水泥层都打掉。那我们现在告诉大家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用钢丝，我们刚刚有讲过说这个用那个刮刀也弄不掉，用砂磨机也弄不掉，它现在已经凹陷下去。我们现在拿钢刷来刷给大家看，大家就会了解说它这样子整片墙的在水泥层部分是已经全部报销了。好，大家可以仔细看，它在刷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粉屑会掉下来。好，我们请老师用力一点，我们把那个绿绿的地方，我们请老师动作再慢一点点，好，用力一点。好，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也看到有一些粉这样一直在脱落。好，等于说它整个水泥层是都报销了。来，我们这边，慢一点。好，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好一大堆的粉全部脱落，上面还有一截，上面还有一截。好，尽量了，我只能讲说尽量刮了。好，谢谢老师的示范。好，经过我们刚刚的刮以及磨，还有拿钢刷把它刷，各位现在已经看到一个还不错哈、我们这样初步处理的一个的墙面了，总算是把那些脏东西都刮走了。我们现在来请老师来扫一下地面，看看地面上有多少刚刚刮下来的这些脏东西。这么多，如果你在家里施工的话，可能事前你在地下就可以先铺一些报纸，好，这样你在清的时候也比较好清。好，老师边扫我们边看一下我们刮的画面。好，很不一样了。那我刚也讲过，因为这个墙壁已经是癌症末期了，壁癌的末期，其实照道理来讲，一般来讲它应该整个水泥层都应该打掉才对。那为了显示出我们产品很奇怪的一个 很特殊的应用，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边墙壁保留下来做一个最夸张的示范，我们一般讲说不可能的任务了，给大家来参考。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已经把这整个墙面都处理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墙面做一个清洁，因为上面刚刚经过这个刮刀、这个砂磨机，还有所谓的这个钢刷，它上面一定很多粉尘。那现在我们请老师来示范我们怎么样把它上面粉尘移除掉。那最简单的方法，也是一般人会觉得很夸张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拿水枪来冲洗。来，我们请老师示范。当然各位可以拿一块抹布，那也可以拿一把洗衣服的刷子，再刷一刷。那我刚刚已经讲过，这片墙因为它本身的水泥就已经很容易脱落了，所以现在只是把那些粉弄掉。
你那个抹布或者刷子就不要太用力了，不然你整面那个水泥也是通通被你刮下来。那讲到这边，一定有很多人问，你这是在户外墙啊，那我家是室内卧室啦、客厅啊、厨房怎么办？好，我们现在告诉大家，没关系，我们可以用家里面的很多用完的一些空瓶子，它有附喷嘴的。我们请老师拿一个喷枪，喷嘴的喷枪，一样，在你想要这个清洁粉尘的地方，来，请老师开始喷一喷水。好，一样，抹布擦一擦，喷一喷水，把粉尘擦一擦。这样子至少粉尘，就不会再卡在这个墙壁上，然后你的房间也不会水漫金山呐、这个造成大淹水。好，这个示范就到这边。那我还是请老师继续拿大支的这个水枪、水龙头来整个来喷，从最上面开始。即使你是在户外，你要小心墙壁上如果有电源开关，你在喷水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着电源开关喷，要小心一点闪过它，免得触电。好，这样冲一冲，把粉尘冲掉，这样就差不多了。好，我们现在已经把墙壁的壁癌都刮掉，也用水冲洗过了。现在我们就换我们的主角登场，也就是壁癌拜拜系列。那首先我们打开箱子会有一张简介，然后我们现在拿出来的是一个一公斤装的。一公斤装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要用它的时候，在旁边的斜角切一个小缺口，没用完就把它夹回去就 OK。那也有很多人，他的面积家里面的壁癌面积不大，他就会买250公克的。250公克是一个喷瓶，它使用起来也很方便。那待会也会为大家做一个操作上的示范。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示范一下遮蔽胶带的用法。那我们先随便找一张纸，报纸、影印纸、麻将纸都可以。我们把遮蔽胶带拉开来，然后遮蔽胶带粘在这个纸张的边缘的差不多一半，不要全部粘上去哦。它要留一点，要贴到待会要贴的东西上面。好，把它粘上去，然后撕开来。这是纸，不是塑胶纸的，蛮好撕的。好，遮蔽胶带带在身边。好，整个撕起来。好，我们现在走过来。有些东西呢，我们必须把遮蔽起来，像这个电源插座，我们把它遮蔽起来。对，这样贴住。好，贴住。好，边缘，看你哪边要遮蔽，就把它贴到哪边。反正遮起来就对了。那用完了也很方便，可以在网络上买得到。它也是 3M 的，非常好用的一个胶带。好，像这样包起来就 OK。好，接下来我就请老师来示范怎么样把那个壁癌拜拜系列的原料把它涂抹到墙壁上。那首先我们拿一包全新的一公斤装的壁癌881，来，我们把它剪一个缺口，然后倒进我们的这个容器里面。这个容器在很多五金店都有在卖，很简单，也很便宜。好，那个刷子要拿上去一点。OK， 好。这个袋子有个好处，就是你这样慢慢挤压挤压，它几乎没有什么浪费啊，它几乎没有什么，不像桶装的，它在桶壁上面还有一大堆，你还得想办法把它刮出来。好，我们把它挤压好，
好，这个先丢旁边。那接下来我就请老师来示范，那把剪刀先收走。好，我们请老师来示范怎么样把它涂上去。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平涂刷，来，我们从最上面来开始刷。我们看看最上面 ，OK， 好，开始。 我把镜头拉近一点，给大家看得更仔细。请老师上下的不要太远，这样镜头拉近的话看不到，大概30公分之内。30公分之内，好，不够了，原料不够了，我们再把它沾一点。原料你觉得涩涩的不够了，你就要沾一点起来。请它慢一点，我镜头会跟不上。30公分上下。 就这样子，这样不够了，再抹一点。好，各位有看到现在正在涂红砖这个地方，红砖这边凹下去，包含刚刚大家都知道，这整面墙是凹凸平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拿一支油漆刷，随便什么刷都好，我们用搓的，哦，用搓的，把它这个壁癌拜拜。 壁癌88把它戳进这个墙壁的缝里面，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个墙壁的水泥的状况是很惨的。然后刚刚在刮除还有在刷还有在磨的过程中已经掉了很多粉尘，包含刚刚我们用强力的水柱冲洗过，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粉尘把它固定住，不要让它再一直掉了。然后有些凹凸平部分我们透过刷子，啊，把它戳进去。 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的建议方法是，我们先用平涂刷把整面的墙先抹过，然后才是拿刷子来补那凹凸不平的地方。好，再来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把镜头拉上去一点，我们到上面比较干净、没有那么严重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这个比较轻微的部分要怎么处理。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不要用我们的壁癌的原料，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墙壁到目前为止还是湿的。那如何证明它是湿的呢？来，我们来请老师帮我们拿一个厨房纸巾来，或者一张卫生纸。我们去拿一张卫生纸。好，卫生纸。 我们请老师把它压到墙壁上面压下去。好，它本身是湿的。好，它本身是湿的。我的意思是说，墙面是潮湿的环境之下，一般来讲是不能从事壁癌的修复工作。但是我们的产品是不需要顾虑这个。好，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来示范一下，在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墙壁，我们直接可以用壁癌888。 888跟881不一样的地方在于，888它是白色的，它只要把安全扣环解开，使用前摇一摇，因为它白色会沉淀哈，使用前摇匀，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往上喷了。我们请老师示范一下，一般人家里面也是白色的，所以它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很严重，也没有凹凸不平的很严重，大概你连面漆、水泥漆大概都省了，就这样喷一喷就好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好，这个只是一个小示范，但是因为这个墙壁很严重，所以我们还是回到888一透明的，我们按照标准来把它做一下。三、二、一，我们现在在刚刚所做的示范的这片墙的后面，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下雨天，这又是一个蛮无法理解的状况，就是下雨天通常不会有人来处理壁癌。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壁癌的这一反面，我们特别找到了，在它反面。好，我们请我们老师来帮我们先刮除掉。我们今天因为只做一小块就好了，给大家做个示范。好，开始刮。好，我们大致刮一刮之后，我们就一样拿我们那个水，因为我们先假设这是室内，好，我们拿水喷一喷，好，然后拿湿抹布把刚刚刮的粉尘把它全部刮下来，清干净。好，或者是湿抹布弄湿一点也没关系，好，整个用抹下来的方式也可以。好，再擦干净一点，甚至于更湿一点，直接让它是湿润的，好，没关系。更多的水，好，更多的水，再湿一点，再湿一点，干脆就吸了水往上面抹就好了。好，重点就是把那个粉尘把它擦掉。好，那这样子擦的差不多，我们就把抹布拧干，把多的水分把它吸走。好，把它吸走。那因为现在这是在室外，那它也是一个这个潮湿的环境。好，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准备就是这样子，直接就要把我们的原料把它涂上去。那一样，为了证明这片墙壁目前是湿的，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好，它是湿的。好，撤下来。我们在这边，我们直接做一个示范，就是壁癌的888白色的。好，我们待会去拿白色的过来，直接往上喷。好，我们就直接用白色的壁癌喷的，那250公克，我们使用前一定要把它摇匀。好，安全扣环打开，我们开始从上面开始喷。好，我们从上面开始喷。好，就喷，往上喷就好了。它距离大概是20公分，好。会这样处理有个先决要件，就是你的墙壁没有很严重，然后它也没有所谓的凹凸不平的很多坑坑巴巴的地方。好，那这样直接用喷的就 OK。 然后待会喷好了，过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好，我们等它完全干了之后再来观察它 O 不 OK。 我再强调一次，现在这个是在户外环境，然后今天是下雨天，好，也许待会雨水可能会泼到它，我们晚一点再过来观察它会怎么样。喷的时候麻烦一下，可能尽量喷匀一点，但是也不要太多，它不然它会垂流。好，我们左上角的地方再来补一点，再对对，就是再来左下角的地方，左下角这个地方再补一点，左下角的地方再补一点，中间。好，好，接下来我们等这个墙壁上的这个壁癌881干了以后，我们就准备把它补土。好，那补土种类非常多，那价格也蛮悬殊的。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支补土是我们特别研发的，一个也是比较少见的。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它防水。哦，它是防水的补土。第二个，它是高附着。我们知道补土一般来讲是不防水，那它也没什么粘性，所以说它在这个墙壁上面只要碰到一些水汽或者是一些震动，它有可能会整块剥落。那所以我们特别研发了这个高附着力的防水补土。那我们待会就用这个原料来在这个881涂抹完墙壁之后，作为它修补那些坑坑巴巴的用途。好，现在我们墙面上看到这两块白色的是刚刚我们涂抹的，那我们现在请老师来再帮我们示范一次怎么涂。刚刚好这个墙壁上面有几个这个凹洞，哦，已经看到了砖头，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小砖头部分跟大家示范一下怎么做。
首先就把它这个很先挖一大块出来，啊，拿一把刮塑胶的，这个刮刀跟刚刚的刮刀不一样哈，这是塑胶的，我们就要把它往上抹，然后注意要施加一点压力，啊，把它那个土把它挤到那个凹洞里面去。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只要是有凹下去的地方，它就会黑黑的，所以你就想办法要把那黑黑的把它填上去。那这边有个小技巧，就是你不要只是抹过去，你要压，你要在那个黑黑的点上面用力压，确实的去把这个土挤压进那个凹洞里面去，然后再轻轻的抹过去。那如果土不够的话，就再挖一点。这个动作还蛮简单的。啊，这个很多这个做面包、做蛋糕师傅他一定很熟悉，因为这个他做蛋糕上面他就是这样子在抹奶油的。好，我们接下来换下面一个洞。好，一样，这边也是一个建砖头的地方，我们把它补上去。OK， 看到老师他有很用力的压这个塑胶的刮刀，把它整个压进去，然后把它抹平，啊，尤其在边缘的地方把它拉开来抹平。那至于说你要抹到多平，是不是所有的凹凸平你都要抹，那就是看你耐心了。这个工作说实在话没什么技巧，但是要很大的耐心。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洞，在这边。好，一个洞，好，我们把它补上去，挤进去，挤进去，对，好，然后把它刮平，就蛮简单的。好，这就是我再强调一次，881用完之后就是进行补土。那补土的种类很多种，也不见得一定要用很昂贵的。那如果为了说以后的这个漏水，这个壁癌再发生，倒是强烈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一款防水而且是高附着的补土。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已经补土完的一个墙面。像这边比较干燥，它没有持续的流渗水出来，流水下来，所以它看起来就还 OK。 那我们来看这一边，各位可以在画面上看得很清楚，在这个上缘接缝的地方它还持续的在渗水，所以说像这样持续在渗水的情况之下，使用任何包含我们的所谓的防堵壁癌产品是没有用的。好，你一定要确定就是它这个不会持续渗水，墙壁湿的没有关系，可是一直在流水从那个墙壁里面或者是缝隙那边渗水下来，像这样子的话就会有问题。那这边也还好，没有持续渗水，所以这边好，只有在这个整面墙的正中间这边，我们再把镜头拉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它一直在流，好，一直在流。那因为持续渗水的关系，所以它整块是脱落下来，啊，这个是在各位施工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只要不渗水就可以做，就像这边，啊，这边很稳定，啊，我们来看这一块，很稳定，它在这整片补土的下缘，并没有任何的流下来的痕迹，这边有一点。啊，这边有一点，那这边一点一定是从上面下来的，各位就可以看到画面正中间，啊，它有一些凹陷流出来了。那最严重就中间这一边，好，啊，它持续渗水。我先慢慢把镜头拉远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始进行所谓的面漆的涂布。再来，我们就来进行这个涂抹面漆的程序。然后在面前画面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刷子，还有刚刚用的这个平涂刷，以及一个高附着性的一个面漆。我们先请老师来给大家拿给大家看一下。刷子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一些小缝隙也是能够顺利的涂抹。那平涂刷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功能跟那个抹那个壁癌的原料是一样的。再来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我们生产的研发的一个高附着性的一个面漆，它也是白色的。好，那
一样，用法是一样的。我们在使用前一定要摇匀，摇匀，因为它那个里面白色的色粉会沉淀。摇匀之后一样，我们在一个边边把它先挤压一下，然后剪一个小缺口。哎，对，就这样，剪一个小缺口就可以操作了。好，很简单，就这样抹上去，基本上没什么学问。那记得你的地板可能要铺一些纸，以防还是不小心会滴到地下去。这个所谓的高附着性，就是如果你滴到了，沾到了衣服，滴到地下，它要清还蛮难清的。好，平涂刷有个缺点，就是它对于凹的地方是涂不到的。那因为刚刚我们补土也没有把它全部补得非常平，所以还是有一些凹陷。那凹陷的部分，平涂刷是涂不到，我们就拿这个漆刷去把这原料塞进去，面漆把它塞进去，戳进去了。哦，用戳的，就像老师现在示范的一样。好，各位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高附着的白色的面漆把它都整面墙涂上去了，都涂上去了。那我们只涂了一道，待会等它干，它干的也蛮快的，等它干了就好了。那你要是急的话，你也可以拿吹风机吹一下。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些美化的工作。在这边我要跟大家介绍还有另外一种居家装修美化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原料从壁癌的这个防堵一直到刚刚的面漆，高附着的面漆，我们都是纯水性的，所以跟大家推荐家里面其实也可以自己 DIY 来做一些不同颜色的表现。那你可以整面墙都是同一个颜色，你也可以局部的一些颜色。那在这边给大家推荐一个水性的色母，它是非偶氮系统。那非偶氮什么意思？麻烦请看一下影片待会的说明。然后这一个组合里面，它是十个颜色附在里面，当然也包含了白色，因为白色是必要的，你必须要会调颜色。好，我们现在请老师帮我们把包装打开。好，它是一个纸盒装，这个现在拆的这一组是小包装的，小容量，小容量。那色母的用法，待会会再另外跟大家做介绍。好，我们现在是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会有一张说明书，啊，一些很小瓶的，小小瓶的。OK， 它有一个产品使用说明。好，接下来我们用刚刚有剩下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漆，我们把它全部倒进这个铁盘里面。我们需要准备一个铁盘，我的建议是不锈钢铁盘比较好，因为它最后在清洁的时候，你可以拿钢刷、钢丝刷去刷它，菜瓜布刷它。如果你用塑胶的话，它可能刷久了它会产生伤痕，越来就越难刷。好，我们现在就请老师很简单的就把它全部挤进去。好。好了，来，再来，我们把这个绿色的色母，我们现在调一个粉绿色，所以我们把绿色色母就是一般我们在用的碱蜜瓶，我们把那个圆圆的头把它剪掉。好，我们先挤两滴进去，挤在正中间。好，然后开始拿一个调棒，慢慢搅开。你如果觉得太浓稠的话，你可以加点水。好，不够再加。在搅色母调色的时候，千万记得一个原则，宁愿少，不要贪心一次滴很多。所以我们还是滴两滴。好，继续搅。我把镜头拉近一点给大家看。
好，再两滴。有少量，慢慢调到你想要的颜色。好，大概根据我的经验，应该在两滴就差不多了。我们请老师再滴两滴。好，可以了。好，盖子盖起来，因为待会我们准备要再加一个颜色进去。好，先调匀看看是不是我们要的。再来，我们请老师再开另外一瓶颜色。我们用黄色来点缀一下。也是两滴。好。搅开。因为绿色比较偏冷，所以我们加一些暖色系的颜色进来，让它比较不会那么冷色。好，我们加了一点点黄。好，如果各位觉得现在这个颜色还是不够强烈，可以考虑绿色，因为还是没有完全调匀，那个白色还会再稀释掉颜色，所以我们可以再加两滴绿色。各位用完的时候盖子要立刻盖回去的原因是，你如果好几个颜色一起在用的时候，你盖子可能会盖错，会造成不同颜色混到不同的盖子，会污染到，到时候你怎么调都觉得怪怪的，那个颜色怎么会跑掉。好，养成习惯，用完就把盖子盖回去。好，待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直接涂抹在墙面上，你要涂抹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美化。那我们现在跟老师一起来做这个美化的工作。那我们现在贴了一张大概是40磅厚度的一张，我们叫 table runner， 就是餐桌上面的餐巾垫。好，那我们贴在比较靠下缘地方，离地大概5公分。那墙壁刚刚已经干了。好，我们现在先定点定位，再下去一点，再下去一点点，好，停，上来一点点，好，停。你那边到哪里？你那边到顶对不对？对，不对，过来2公分。好了吗？好。绷紧，先绷紧，绷紧了哈。绷紧了吗？定住了没有？有。手放。好，后退看有没有水平。有哈。哎，有，可以。好。然后中间还有两个定点，摸摸看在哪里。找到了。刚拿取了，啊，在这边，硬点。好，一般来讲，40磅这么薄的纸，我们不会用液态的胶水。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建议，像这样定点定住之后，就可以用液态的胶水直接下去。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这张纸是干燥的，遇到水还是会膨胀。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从正中间开始往左右跑，然后有4个定点，现在定在墙壁上面，如果待会膨胀的时候再把定点拿起来就 OK。 好，正中间我们开始。那因为这个纸只有40磅，所以它很容易就可以渗透过去，所以不用担心它下不去的问题，油抹过去就好，超过这张纸的边缘几公分就可以了啊！不要一直重复涂抹，会把那个图案的颜色给拖走。好，大家可以看到，我都是从正中间往外面拖出去。好，一个交叉的动作。
那因为这个胶是透明的，所以你涂到哪里自己要记住一下，不然你会在同样一个地方一直重复的涂抹。然后刷子下去的时候一样，那个老讲过很多次的技巧，要稍微施点力压一下。这张40磅的纸虽然薄，可是它是属于长纤维，长纤维它比较不会被拖走。所谓的长纤维就是一般我们在讲的面纸，这也就是为什么面纸不能丢进马桶里面，因为它长纤维不容易分解。卫生纸是属于短纤维纸，它会分解掉，所以卫生纸可以丢到马桶里面，随着水把它化到化粪池之后把它化掉。那也就是说，提醒大家，只要是这种长纤维纸，千万你不要的时候，不要把它丢到马桶里面，应该按照一般的纸类的废弃物回收的方法来处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凹凸不平，我有特别压了一下，啊，我特别压了一下。遇到更凹凸不平的时候，你的下的那个胶水的量，记得要多一点。长纤维纸没有这么脆弱，大家不用担心说它会破。只要你不是一直重复，所谓重复就是你可能十几次一直在重复的定点，一直拖拉它，它就有可能会被你拖破掉。只要你不是那么多次，应该是就还好。好，这边又是一个悬浮，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出来吗？它下面是空的，空的这边我们就会让它停留久一点，让它那个纤维撑开来，因为它遇到水会膨胀开来，撑久一点，并且把它压紧，压紧同时把多的胶水挤出来。好，我们看到左边定位点掉了，没关系，没关系，好，没关系，就把它再定回去就好了。那定回去的时候，因为你是在墙壁面前，你可能看不清楚，所以定好之后，你可能要再后退一点，看看它那个位置怎么跑掉，不然到时候本来是水平的一张图，被你贴到歪一边，蛮奇怪的。好，现在接近尾声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好，这边也是悬浮，也要把它压紧。好，这边绷得很紧。这边绷得很紧，绷得很紧的时候，你怕它破掉，你可以把定位点拉掉，啊，轻轻拉掉，好，拉掉了，拉掉之后，一个胶水这样拉过去就定住了 ，OK， 就没有问题。好，最后一个角落收尾收上去。所谓不要涂很多次，这句话倒过来讲也是。也就是说，你也不要只涂两次。虽然40磅的纸很薄，它的这个胶水会渗透过去，可是你也要给它几秒钟，至少5-6秒以上的时间让它渗透过去。所以至少涂个2-3次是必要的。你不要只涂抹一次，以为它就透过去了，到时候它只是表面有胶，其实没有渗透到墙壁上面。如果再加上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墙壁是凹凸不平的话，那你整张纸就是迟早也是掉下来，也没有，就是很不好看。好了，我们现在再来检查一下，像这边悬浮的点还是浮在半空中，我们再用力的把它压下去。尤其在最上方的地方，想尽办法要把它压下去。大家看到我用刷子这样用力压，这也就是为什么跟大家强调，一支耐用好用的刷子是很重要的。你买那些便宜货，无法承受这种摧残的刷子，只会制造你自己的困扰。一支刷子好好用，用一年不是问题，只要用完把它洗干净，好好的保养。最后我们再仔细的再涂抹一次，把多余的残胶把它抹走，就 OK。 好，刚刚我们从这边开始的，来，现在请我们老师接手，他坐左边这一边，来。
好，我现在把镜头拉到比较靠近的地方，弥补我刚刚这个镜头太远，可能看不清楚。好，我可以请我们老师动作再快一点。再强调一次，不要担心原料这个胶的消耗，胶没有多少钱，你的工钱比较贵。好，没关系，定位点掉了，再把它拉回去。好，所有的动作都从这一个长条的正中间，正中间往外面拉。好，胶不够就再补胶，这很重要，因为你的刷子上面有足量的胶，它一定是滑溜溜的，滑溜溜的就比较不会把纸给扯破掉，这个很重要。你如果上面的胶都没有了，太涩太干涩，你一扯就把整个纸给扯破了，到时候你更难处理。好，那只手可以放了。好，对，就这样拖上去。好，胶再补一点，胶不够了。哦，刚刚有拉起来，表示胶还没有渗透到反面，现在不会了，因为它已经渗透过去了。这就是我讲说，你至少要来个两三次以上，它的胶才会过去。好，那边有一个凹洞，所以现在用挤压的方式让它挤进去。好，真的太深也挤不动就算了，没关系。好，最下缘地方浮浮的，再来一点胶让它透过去，横向的从底下，对，不应该是要从图案的往外侧，对，这个方向刷过去才对。好，现在我的右手这边也是底下有点浮浮的。好，也请老师再把它再拖一次。对，就是这样子。好，好，胶不够太涩的话，再补一些胶。等于说，刚从中间坐到旁边之后，现在再从旁边坐回来。下面浮浮的，注意一下。对，就是那个地方。对，还等嘞。OK。一般的餐巾纸是没办法这样拖的哈，它一定会被你拖破掉，因为一般的餐巾纸它是短纤维。短纤维是很容易破的。好，我们就做到这边。好，我们来看看整面墙做出来的样子，是不是跟之前差别很多呢？好，晚一点我们再来做一些测试。好，最后我们讲说审判的时间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墙面算是都完工了，刚刚的拼贴也完成了。那我们现在进行这个最残酷的测试。
我们现在请我们老师拿一个菜瓜布来。好，这是一个菜瓜布，在大家家里都有的菜瓜布。好，我们就来把它刷刷看。我讲过，我们干得很快，我们的附着力也很强，甚至于刚做好还不用等72小时，我们就可以开始承受这样的一个摩擦力。OK， 不过瘾吗？来，我们换一个，我们不要用菜瓜布，钢丝刷。好，来，钢丝刷给它下去，给大家看一下钢丝刷。这钢丝刷不太一样哦，这个钢丝刷是安利的，号称特别强。各位现在可以看到，一点影响都没有，它已经牢牢地咬在墙壁上了。OK，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着。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更夸张的实验。之前我有讲过，我们先把墙壁水擦一下，刚刚墙壁上有水。我们有讲过，我们这个温度的承受性非常好，哦，低温的部分我就不谈了，哈，低温的部分到0度以下是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在所谓的高热的情况之下，我们来看看它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拿热风枪不过瘾，我们拿喷灯。好，可以再靠近一点。火焰的温度大概是400-500度，好，火焰温度大概400-500度。各位可以看得到，它一点都不受影响。我现在把镜头拉近一点给大家看。温哒哒，啊，很稳定的状态。好，请把火关掉，谢谢。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为大家完整的介绍了一次有关于壁癌怎么修缮的一些方法，然后我们也在附带了一些有关于美化的一些技巧。那有关于任何的问题，欢迎拨打下面的电话来与我们联络。那也特别趁这个机会，谢谢今天帮我们做示范的老师，我请他自我介绍。嗨，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很高兴能够有这一次的机会为大家示范这样子的一个壁癌的处理。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是可以跟我联络，因为我嘉义以北以南的话，我是由我来负责。好，我们老师很会做，但很紧张。嘉义以南，哪里以北？嘉义以南，屏东以北。哦，屏东以北。不是南海群岛以北，只做到屏东。好，以上，谢谢大家。